既然是一群蠢狗，有这么难理解吗？你知道你昨天为什么吸引不了对面街的小孩吗？因为你尾巴摇晃的幅度有问题，记得左右75度，用七成力。这个幅度真的行吗？不，一定是像我这样要利用屁股的肥肉，没有人抵挡得住。吸引不了对面街的小孩吗？因为你尾巴摇晃的幅度有问题，记得左右75度，用七成力。这个幅度真的行吗？不，一定是像我这样要利用屁股的肥肉，没有人抵挡得住。Oh.